昭陵拱五豪哎、欸，这个又是 skin 哎、欸，哦是铁头功，我是金刚腿，看我金刚腿，定时帮丁义用找不到吗？他这种狗就是直接放养的，又不是什么高级品种。狗说我是狗就算了，还是普通品种。没用晶片哦，现在没用晶片好像被抓走哦，会不会做成火锅、哦？你们那有人吗？哎，金色弓箭，哎，我金色弓箭哦，我觉得我好像可以一枪把人打死。我要金色完美魂玉体，我这一枪下去，敌人真的会死啊！玩过地图最小的，哎。怪怪的，怪怪的，诸葛村夫，哎、欸，这边有一堆，哎、欸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我这一堆人了，我看我离你们有点远，这人是怎么在我头上跑出来的？嗯，太打了。我都没看到人、啊，这大凯打，死了。我都在这里一直复活、欸，好烦啊！我竟然没有甲、欸，天哪！哎、欸，哦，四级甲、欸，我有甲了，我有甲。哎、欸，大凯四级甲哦。哎呀，你先让我拿这啊，我试用一下，这里有毒啊。我用一下，大凯，我是坦欸，你让我试用一下，这东西说不定有鬼有诈、啊。这游戏我刚刚查到新改版了、啊，他可能会突然变成一级甲，然后直接扣起，也一定有人。嗯，哇、哦，这个会闪欸，我就看你怎么闪我的弓箭了、啊。原来是个人啊！哦，紫色的炮，紫色的炮，大凯。没有，我紫色的枪了，没事。紫色破色。还有人哦，这里前面有人哦，这里。出去了。哇，这好难射到啊！死了。我给你捡这金色。没人想看自己，大家都在死机甲。哎，哦耶！哎，四级甲啊，这个是要不要捐出来啊？这个也可能就到底是要不要把甲捐出来？是吧？四级甲怪怪的、啊，这改版我感受到了，它怪怪的、啊。哎，大凯，我用一个大魂玉跟你换一个四级甲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大魂玉是什么鬼？大魂玉、那个、金色的攻击有啊，里面也有。没有啊！来喽来喽，他们要开箱子哦！他们很贪，他们很贪，趁他们开箱的那一瞬间就杀哦！哦，这个弓射一下就蛮痛。哎，他变式手霸王哦！变式手霸王是真的好。Hello， 赤手霸王这剩一个妹子在这里，妹子下去。哦，破阵，脑残炮，金色，三级甲，有三级甲。大概你穿三级，我穿四级，怎么样？不需要吧？三级四级，哎，有人嘞！不知道。三级甲哎，舒服，一尾活龙，感觉会有很多人来买东西耶，我觉得可以在旁边再蹲几下，我要蹲这，我爬树啊，嗯，爬树吧。他的这个箱子前面还有一个箱子，是不是？
那个是商人吗？嗯，我想买点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好啊，你去啊，你去啊。买完了。大凯，你倒是去啊。去下，去下，信我。毒来喽！哎呀，我走了。大凯，你倒是去啊。哎，欸，这好像可以哎。对啊，你拼一下吸点毒就可以了吧？稍微吸一下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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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欸，到商店嘞，很危险嘞，感觉有人在蹲嘞。哎，欸，我被打！哎，欸，屁股屁股屁股。好，我去切他们。你们准备开大吧，你们准备开大吧，我要贴到了。臭狗准备开大。好。开吗？开开开开开！死了吗？还有还有，还想跑啊？醉了，大凯，这个大招可以碾死他。哎，欸，还有人哦！哎，欸，有一个正在树上啊！我的天哪，啊！哦，掉下来了，掉下来了，唔相信啊！嗯，追啊！不管了，我要拔刀了。我看到他在这，他在树中，这树后面，这棵树的后面。好，我来切他。他还有队友。我让他知道四手霸王的威力。有找到吗？哎，欸，我没武器夹，可恶！我只拿大炮。抓到了！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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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扁他了！啊，这里。死了！我需要赶紧收武器夹。哎，欸，有个被你挥死了，是不是啊？这有孙武直接死掉了。抓到了！啊，女人，你给我过来！啊，解决他，解决他！我的准度堪忧啊，还是他也会跑啊？可恶啊！哎，他都跑了，不可能吧？哎呀，我有一点歪啊！这也太扯了吧！伤人呢，欸？看到了，四级甲，你的四级甲来了，我的四级甲来了。流星雨，还有完美的故翁。大凯，流星雨你可以拿。流星雨，你开大招流星雨，它是按住之后集气，它就是那个五连冲强化版啊。完美的故你不要？我要，我要，我拿了。哎，欸，有人在开炮了。我要开大了，我不行了。你大炮绝起来啦！我靠，为什么这大绝会打自己人吗？睡了，大凯，大的好。我砍这个女人！我大，这不是我大，我被睡了。啊，那不是你的。我也被睡了，哎，欸，他贴着我脸了，啊。我被抓啦！我还好。大凯，你赶快挣扎！我霸王，请你离开。大凯，你要按住左键可以集气啊，可以一次射五十发。可以，但我现在没有那个东西，等一下我要回一下。哎，欸，这个龙卷风会打自己的。嗯，你把我狠狠的卷起来。对，我不行，那附近射来射去都很麻烦了。嗯，我找一下，我让他见识我四级甲的威力。应该不在树上吧？是猴子是不是？那我要爬树了。你们在哪里？哎，欸，走！你要小心哦，我离你有点远。他是不是只有一个，啊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欸。太会滑了吧？他在绕跑哎，欸，那看起来该不是三个孤儿吧？跑哪去了？他也在滑，在零的方向，该不会上树了吧？应该没那么快。有，他在偷射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
给他这样一直滑下去，带走，好刺激！为什么啊？原来是尸体嘛。哦，剩下两个是他的队友，是不是？阿贼又赢啦！我损速速动。我那个弓箭是真的恐怖啊！死掉还没淘汰的都会显在上面哦，所以它显示是一组，但其实它只剩一个，给我们心理压力。他哎、欸，不是、欸、不是哎、欸，他那个延后一个小时哎、欸。哦，又可以玩一场啊！快点快点！主委加码，又赚喽！哎、欸，想玩一下，想玩一下。哎、欸，天元，哎、欸，我就喜欢下第一手天元，就这。哦，你要来一个刺激的。嗯，我就这。去上厕所。嗯，我就撒泡尿。尿尿回来不会定义一个人跑去其他地方吧？我刚刚在想。